便吼出个壮壮的声，开门红呀个好模样，满天锣鼓敲不够热闹欢唱，开门红呀个红四方，花花幸福不打个你的胸膛，开门红呀个大风光，满眼星星正腾出更多梦想，开门红呀个红四方，好好运到尽握在你的手上，大家好，我是明诚酒家的老板。今天我们明诚酒家正式开业了，我们的地址是七大道531布鲁克林。酒家是以川菜、闽菜为主，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谢谢大家多多光顾。扬起笑脸，吼出个壮壮的声。川菜大厨，真的是number 1，川菜鱼，回族，快加点心，回族飞饼，各大菜都是顶呱呱。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就是立春了。冬去春来，大地回暖，风和日丽，万象更新。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里，在这样一个值得庆贺庆祝的日子里，明诚酒家在各位侨民的见证下，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亲朋好友的支持下，隆重的开业啦！首先，我代表明诚酒家东家及全体员工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现在，我宣布明诚酒家开业庆典此刻正式开始，音乐礼炮走起。Thank you.
城酒家开业剪彩仪式即将到来啊！由于今天的贵宾众多，我们剪彩分两批进行，大家不分彼此的哈。首先呢，第一批呢，有请那个董事长林清勇和副董事长温爱华女士，协邀我们社区侨领以及各位主席准备上来剪彩第一批的哈，第一批的。第二批是我们本家人难旗同乡会总顾问朱金云携我们的元老以及呢常执委和到场的所有亲朋好友准备上来剪彩，是第二批的哈。现在有请第一批的剪彩成员啊，我们的董事长林清勇先生和副董事长温爱华女士及我们的社区侨领各位主席会长为明诚酒家开业剪彩，明诚酒家董事长林清勇先生年轻有为，可以说是我们当今明侨中的佼佼者，弄潮冲浪挥洒自如，他以一个精明的商家聪明智慧的头脑敏锐准确的独到眼光开拓具有特色风味的餐厅，本店将秉承名副其实的美味佳肴和周到优质的服务回报各界朋友的厚爱。下面我们呢先有请我们的董事长林清勇先生为大家今天的开业庆典做致辞。尊敬的各社团领导，各行各业的精英，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新年好！连续轮转，华章立新，春秋待续，祥兔吉事。今天是明诚酒家隆重开张的好日子，成员各不怕光临，共同见证这激动的时刻。我代表明诚酒家全体员工，向所有贵宾致以衷心的感谢，顺祝兔年吉祥如意。西大道与八大道一样，原是非欧移民漂泊寄居的地方，如今到处洋溢着中国移民的新时代气息，更是湖州乡亲希望寄居和生活的理想小区。这里商铺林立，顾客盈门，车水马龙，生意兴旺，是游客扫货、食客饕餮的天堂。本酒楼坐落于该中心地段，是一间装潢新格调、气派之高雅的高级川菜闽菜食府，所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本酒楼特聘闽菜、川菜名厨精心炮制，款式心仪，生率和群体欢乐聚会的理想地方。同时我告诫所有在此店应聘的员工，恪尽职守，以客为本，待客为上，以新的风貌，以新的举止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客，让我们来客们闻香足足，流连忘。希望明诚酒家的佳肴给慕名前来的游客带来欢乐与享受，让食客来得开心，吃得顺心，走得舒心，这就是本酒楼开业后的服务之宗旨。希望大家多多光顾并督查见证，谢谢，谢谢大家。感谢林董事长句句精彩，答谢亲友的肺腑之言。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批的剪彩仪式，听我口令，我喊一二三的时候，大家剪下去，还有炮竹跟 DJ 也在三的时候，咱们一起走起，好不好？好，三，麻烦。
排气，让此刻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大家准备好了吗？精彩开始！Thank you.
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谈着今夜作伙，烧酒搁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饮好伊嘛西嘛西。无论有啥困难，袂等待个你，暂时来洗。来酒醉不知天也地，看开人生的一切。健康。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谈着今夜作伙，小酒不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今夜来饮一杯。无论有什么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酒醉不知天也地，看开人生的一切。